好，我们回到这一场比赛，这一场比赛，Jordan 小将真是经过加拿大最高水平的教练啊王真的点拨之后，确实不一样啊。目前他的 rating 大概是2300分左右。但是我看今天他的这个水平呢，哦，这里有2700分的水平，因为哈默德本身就是2700分，哈默德前伊朗国家青年队的队员。现在大分是 Jordan 2-1领先，小分是6-4领先。我们看到。小将确实是一天一天的涨，他们的分儿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啊，就这个 rating 啊，那都是2-3个月涨200-300分的，以这个速度。
所以说技术虽然有了一些长进，但是这个经验呢还是没有哈马德那么丰富。哈马转眼之间连赢四五分呢，五分得有了，现在是7-9，10-6，哎，Vincent，啊，10-6，他们的领先。这一局最后打的啊，有点随意，啊，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啊，还没有完。我们看到Demi啊，她也是 Nicole 的妹妹，啊 ，Nicole 的妹妹。他们是一个队的啊，在给他说球讲解哦，说的非常的啊认真啊，非常认真，而且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啊，肯定是很有心得。嗯，不错。Demi 的妈妈就是教练。我看 Demi 以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好教练啊，那说的啊不急不慢，很有耐心，而且还是好像是头头是道啊，虽然我们听不到他说什么，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这一局 Jordan 的表现，看看有没有贯彻哈 Demi 的指导。最后一局啊，是最后大家真正实力的体现。啊，小花絮啊，场上突然哎灯灭了一排，啊，有时候场上的这些小意外、小花絮还是很有看点，很有意思。嗯，这个球发得好，这个球发得直接吃下网。让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他的发球。他们还是劈长啊，啊，接不好的时候就劈长，因为你劈长以后呢，你有时间反应，你可以做出防守来啊，这样比你接高了强。适当的时候啊，叫个暂停，1-4落后。漂亮，哦，运气球，但是也不要气馁，这运气是公平的啊，保不齐一会儿呢就轮到你有运气了，所以整场比赛下来啊难说。漂亮漂亮啊，中台连续冲球非常的扎实，
在他们这种水平之间的对决呢，这种半高调，就是说威胁不大，威胁不大。对2000分以下的可能威胁还有，对于他们这种2500分以上的，刚才这种半高调被人家一板会冲死。漂亮，漂亮。啊，拳台侧身啊，到了反手也是侧身，不转。哇，蛤蟆的防守还是很稳健。哎呀，这个球没有压住啊，没有压住。稍微有一点随意啊，随意。要放弃抵抗了，放弃抵抗，开始 showtime。表演时间开始，我把，哦，不错不错，好球好球好球，还是很有体育精神的啊！哇，这个穿越啊，他们的又玩了个穿越。啊，确实都是高水平的对决，很有体育精神啊，非常好看，非常难得。